面咱到这这是多少碗大锅菜？150碗。喝多少钱一碗这？10块钱一碗，40块饭包。管饱啊，吃饱为止。啊，吃3碗4碗也是可以。这是做大锅菜了啊，把这个五花肉炒香。这个是放的啥？老汤。老汤的是吧？哦。加的是老汤啊，老汤炖这个大锅菜，加上这个大白菜，加白的大白菜啊。翻炒翻炒，然后谁开炖啊？这个是放的啥？卤肉丸啊，这个是。卤肉丸啊。又来一兜丸呐，这两个丸都不一样是吧？啊，这个是不一样丸的。加点料啊。鸡粉。这个锅里得放多少样菜啊？放7-8样。放姜汁儿，别有豆干啊，等一会儿放到大锅菜里边。对，这炸好的了是不不？对对对，炸好的豆干。嗯，看看你。炸好的豆腐干是吧？啊，这自己炸的豆腐干。放这个切好的豆腐干了。开锅了啊，大锅菜，慢慢的一锅。放这个酥肉，馍儿，这还有4个菜啊，总共是100块钱。这盆里是荆棘哈，切上黄瓜，鸡蛋皮啊，放这鸡蛋皮，这个切的黄瓜啊，再放到里边。老人的戏已经开始了啊，这边已经开始做桌了。慢慢的一锅，马上下锅，调个料汁。开始了啊，先上白的快的啊。怎么样？这里蒜的是蒜的，倒的醋。倒了蒜的。香菜、葱花，这香油，这醋，蒜溜的，溜的，收尾了啊！看这一碗慢慢的，这还有这个大鲤鱼啊，大鲤鱼，这葱丝儿，辣椒丝儿，点缀一下。放这个料汁，这辣椒，红辣椒，鸡下油啊，这是个功夫菜。卤豆豉。这个蒜汁调好的料汁啊，拌一下。这个荆棘拌黄瓜是吧？对。荆棘上桌，荆棘拌黄瓜。上桌了，开始。这一道是红烧肉了。啊，放了个啥？湿湿灰灰的。我这下锅了呀。上桌。还是红烧肉，还有第4个菜啊，木须肉，现炒现上啊。肉。豆豉。这是盛的大锅菜啊，一人一碗。开始收尾了啊！一人一碗，慢慢等等的，开始收尾了啊！